请罗明才委员发言。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赖世葆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本委员赖世葆等十五人临时提案，因为信保基金是政府出资赞助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应该兼顾它的公益本质，针对组织营运的特性，设计周延妥适之薪资与福利以利成本的控管，但是比照公营的金融机构编列相关的首长房屋津贴及绩效奖金的时候，发现太过宽松，形同既定的给付，而且到现在为止30多年来都没有调整，没有检讨，以至于营运的负担非常沉重。因此为确保信保基金财务结构之健全，实现财团法人的公益目标，原提案要求经济部及相关的单位在2周内检讨信保基金编列奖金及福利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并做一个整体性的检讨改善报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